Loud 三，第六集，有哪些技能用一次可以让人受到三次伤害？之前提到过的就不包括了。先来看看可以对同一个目标造成三次伤害的技能。泰坦翼 ，Nicole Q。接下来这些虽说会打三次，但同一个目标只能被打一次。飞机 W， 大头 RE。金克斯 E， 螳螂 W， 卡牌 Q， 还有一个有三次判定但最多打一下的技能，炸弹人 Q。 下两个写着打三下但实际上不止三下，螃蟹 W， 狼人 R。 这集也是十个，下集预告三选一，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给个三连哦，感谢收看。